好，各位同学，我们这个是恩式模拟考。那恩式模拟考我之前已经有做2回的这个解题放在上面了，那我这次也是做第3次。哦，那请各位同学，你把一张纸拿出来，然后写上题号跟答案，然后最后写完的时候我们要对答案。哦，那你就可以算出你这一次，今年去考的话，现在去考大概可以考几分？这个模拟考非常准，因为它全部都是以前考过的试题。哦，然后最后我们要一题一题的解答。然后我现在把这个题目这样，就是从上到下这样跑过去。那如果你觉得太快的话，你就按暂停。好，那我会尽量放大。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写。
好，那我们现在要对答案。好，请对答案。好，大家答案对好了哦。好，那我们再讲解一下哈。好，这个我看一下，我们这个日语检定哈，我们这个等级是 N4 哦，N4。那 N4 的话哈，你 N1 到 N5 的总分都是180分哦。那你 N5 的话，你只要180分，你拿到80分以上，含80分你就及格了。那 N4 的话，你要考到一半，你180分你要考到90分。好，N3 的话是95分，N2 是90分，那 N1 最难，它要100分。哦，那它有三个大题。哦，第一个大题是这个言语知识，哦，就是哦单字啊，哦单字语汇。第二个大题是文法跟读解，哦，第三大题是听力，哦听解。那我们刚才这个模拟试题，哦，只有这个第一大题跟第二大题，就是单字语汇跟这个。文法跟读解，好，那我们没有听解哦。那听解的话，大家在网络上搜寻就会有了哈，你就打那个 N4 听力测验，网络上就一大堆了哈。那因为我时间有限，然后我就让比较没有讲听解。好，那要大概哪几题才过哈？你第一大题哦，单字文字语汇哈是35题，那你第二大题。文法哦，阅读测验是35题，那你总共加起来是什么？总共加起来是70题，哦。那70题的话，他说，哎，你要拿180，要拿90嘛，所以你这70题的话，你最少要拿一半以上，你才有的拼。哦，你要拿35题以上啊，你才有的拼。好，那如果你是拿越多越好啦。哦，那我们，哦，你75、35嘛，所以拿50%的话。哦，是你拿五成是35题哦，我挖你，你拿五成是35题哦，35题以上你才有的拼。那如果你到6成以上，你会比较稳哦，六成是多库瓦里，六成以上什么？哦，这个7、6、42哈，六成以上的话是这个42题哦。那我拿7成以上，7×7=49哦，7×7=49哦。7×49嘛，有没有？好，OK，哦，所以你拿的这个，你错的越少，你对的越多哈，你对题率越高的话，你这个考上的几率就越高。那通常你拿到六成七，你拿到7成以上就很稳了。你拿到8成以上，你就是要挑战高分的哈。那8、7、56，那如果这个70题里面你可以拿到8成，就是拿到56的话，哦，那就超级高了。哦，那我们这边是没有算听力哈。那听力的话，就是你平常，那个日检 N4 的范围，就是大家日本语1到50课哦，加大家日本语的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哦。你要考日检4级的话，你要读的书最少的话，就是，哦，就是这个大家日本语1到50课哦，就是1、2、3、4册哦，哦，你就是要读大家日本语这个1到50课，哎，好，OK，好。啊，还有那个大家日本语，它有出那个初级的读本，还有它的进阶的读本哈。1到25课是初级读本，然后这个26到50课，还有这个它进阶读本，好，大概是看这些，然后你再去看那些，你再买一些单字书哈，然后什么听力书，然后题目书来写哦，然后最后才是写有这种整份的这种的模拟考，哦，大概是这个量。好，那我们现在一题一题来解哈。
我现在一题一题来解，那你会发现就是这里面大概有八成齁，都是大家日本一到五十课，还有他的大家日本的那个初级读本、进阶读本都有教的，八成五以上都有教过。哦，那有少数是没教过的齁。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题一题解齁。那他还有个规定齁。那个规定，我们刚才说它有三个大题嘛。第一个大题是文字语汇，然后它是60分。然后第二个大题是文法阅读是60分。那还有个是听力是60分。那它有个规定齁，你单科没有考到19分直接淘汰。那单科没有考到19分直接淘汰，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日检它是四选一，选择题是有 ABCD 四个，然后四选一不到扣，所以你用猜的话，全部不会的人去用猜的话应该是15分左右。四选一不到扣嘛，四分之一嘛，所以60的四分之一15分嘛。所以你单科只有考到19分的话什么意思？你几乎都是用猜的啦。哦，所以如果你没有考到这个哦，你只有考到这个分数就直接淘汰了。19分 ,19 分以下就直接淘汰了。哦。哦，所以你看那个至少你会看到20分哦，至少你会看到20分。因为19分以下就直接砍掉了。哦 ,OK。好。那你三个是 60,60,60 嘛。那你要拿多少？你这三个60总共是 180, 你要拿到90以上。所以你算一下的话 ,123, 你都要拿。哦，都要最少要拿 30, 然后加起来超过 90, 就会及格。而且你单科不能低于 19, 你不能出现19以下这个数字。哦，懂齁。那我有一个学，最近有一个学生齁，因为我上次常跟我聊齁，因为他说他听力一开始可能就听力花的时间没有这么多齁，所以他说听力他觉得很难，然后很多都不会写，但是他前面第一大题跟第二大题的那个他写模拟试题的话加起来就超过90了。齁，第一大题跟第二大题是120分嘛，那他说他超过 90, 就是说超过90的话就是他可以对体育第一大题第二大题120分，他可以拿到四分之三以上，那他只要听力不要考到太低的话他都会及格，不要低于那个19分的话都会及格。哦，反正就是各位你要拼命在这个考试考到90分以上你就及格，那就是对体力五成哦，全部加起来是一半，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对到六成还是七成，这样会比较稳，甚至你考到八成的话那更好。哦，你考到八成的话绝对过的，七成就绝对过了啦。哦，那我们看一下，那这个历届试题很准哦，因为它每一年的难度都是差不多的，它有转，它就是它试题出考的时候它有找很多人那个考生去测验说今年的题目是比较难还是比较简单，如果是比较难的话哦，大家考比较低它会加分，那如果是比较简单的话它分数就会加减扣一点，让大家不要拿那么高分。哦哦，所以他这个考试是算哦，那个分数是有加减过的，所以是蛮公平的哦。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大题哦，第一大题是言语知识嘛，你看他这个汉字哦，你不用去看整句，这个汉字什么音的话你就直接选哦，直接选哦，像这个地理叫什么，地理叫七理哦，一题一题解哦。哦，因为你后面还有阅读测验什么的哦，所以你这个大题是这个汉字怎么念齁，你不用看整句齁。齁，所以我们地理叫齁，你看一下我打给你看齁。地的话音读念七，啊理叫做理，所以地理叫做七理齁。嗯，对齁。齁，这样就一题了。所以就直接选。那你在考试级的时候你就要背到很多汉字了，你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汉字念什么音。齁，那我们把这一句叫一下。齁，林老师先生哇齁，林老师。世界の、哦、第世界怎么讲？嗯，世界哦。好，地理哦，世界的地理。研究しています哦，ています正在哦，所以他正在研究这个全世界的地理哦。好 ，OK， 好、哦，那我们看下一题。好，地理的话，如果大家没学过的话，应该大家有学过什么？地下水哦，地下水，我们看地下水哈、哦，地的音读是念七。所以地下水叫地下水、哦、地下室怎么讲？地下室子、哦、地下室子、哦哦、所以那个地的音读是念七，啊那个里的话是念离、哦、比如说、哦、
哦，理科哦，我是读理科的哈、哦，读工科的。哦，理科读理科哦，所以理的音读是念理哦，这样子。好、哦，所以去好、哦、图书馆，图书馆怎么念？图书馆应该大，这个应该不会就要打屁股了，应该都有学过了哈、哦。图书馆叫什么？图书馆。哦，读的话念偷，书的话念修，馆的话念看哈、哦，所以是图书馆。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句哈。哦，图书馆哇，哦，图书馆哦。后面那句不便是什么？不便呢？哦，场所念巴修哈、哦，所以图书馆有这个不方便的巴修尼阿尼玛斯哈，读那个尼阿尼玛斯是在哦，尼阿尼玛斯是在。那说这个图书馆哈、哦，主词加哇是强调后面哈、哦，强调主词啊、哦，哇是主词后面的说明哈、哦，所以图书馆尼阿尼玛斯在，懂、哦？图书馆在这个不方便的地方哈、哦，图书馆在那个不偏僻很不方便很偏僻的地方啊、哦。下一句。好，这个森的话有没有学过？叫摩利哦，摩利就是森林哦。那有一些日本它是姓森哈，哦，摩利，所以就直接选摩利。摩利是什么？答案是四，有没有？摩利答案是四哦。所以你这种题目你会的话就，就你这个马上选发音，马上砍下来题哈、哦，不用看整句。哦，那因为我现在是在解答哈、哦，所以我就整句就教哦。OK。哦，那这些主词几电侠哈，好，几电侠是脚踏车哦 ，monionaka 哈、哦，什么森林的里面哈、哦，后面的哦头颅是通过哈、哦，所以有一台脚踏车，它这样骑过去哦，通过这个森林里面哦 ，OK 好、哦，这句，好，这个产业叫什么？产的话念山，啊、哦，叶的话念什么？叶的话念丢，所以是什么？三丢哦，写一下三丢哦，那三丢直接选哈、哦，直接选二，我们要啊、哦、就直接选哈、哦。那么 Kono Ken no 这个县的三丢你自己的，你自己的是关于关于这个县的产业，在这边写 Kota Sai 哈，请你说明关于这个县有什么产业有没有？比如说我们这个县是新竹，我们是卖米粉的，我们是做贡丸的，我们是做半导体的，有没有？哦，半导体哦，对，我们是做半导体。嗯，对，半导体哦，半导体哦。哦，往下看。好，这个病院这是送分啊。哦，这是你学到五级订阅这个字嘛？哈、哦，病院怎么讲 ？Building 哦，好，这种题目你要小心哦。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他眼睛，他觉得哎、欸，这个很简单，他眼睛看很快哦。你看一下，像我这题学到三，为什么？我眼馋呐、啊，哦，这个为什么？因为我这样看过去，但是你要选小的才对嘛，因为比小的要跟前面拼啊，所以是比欧音，所以这题我错，为什么？我觉得很简单，所以我就轻视他了，我就轻敌了，所以我就看很快，我就选三，但是他应该是四，因为是比欧嘛，懂哈？所以这种题目反而就是。你如果粗心大意，反而会掉分哦哦，原本会的却掉分，这很可惜。好，那我们往下看，那下一个应该大家也学过哈、哦。好，这个好、哦，那我们这一句先讲一下。阿尼哇哈，阿尼就是我姐姐。病院で哦，她在医院。阿达来でいます哈，我姐姐在这个医院工作哈、哦。下一句，好，这个猪哦，那个都河哈、哦，日文比较好念什么？直沟哦。啊，直沟就是方不方便啊、哦、时间上方不方便啊？如何、哦、叫直沟？那你就直接选四哈、哦，因为这个应该你任何的教科书初阶都有啦，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个应该大家会啦，没有？哎，我们看懂哦。那你整句就不用看了啦哈、哦。那我整句念一下：今度のコンサートの計画は哦，这一次的演唱会的这个计划怎么样？先生の都合で中止になりました。哈、哦，好，这个都合是哦，这个时间上方不方便哈、哦？那说，哎、欸，我们这个班上哈、哦，原本哎、欸，可能这个什么要办一个演唱会还是演奏会？空萨都是演唱会还是演奏会？哦，那因为这个哦，可能是下礼拜三要办，那因为老师的都合 day 是吗？因为老师这个日期上不方便，时间上不方便，所以。休息呢？哪里来打啊？休息就是停办哦，所以因为老师哦，他可能这个时候他那一天他可能不方便哦，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班级什么演奏会，我们就休息，就停止了哦，就停办了哦。因这个 day 是因为哈，因为老师的什么时间上不方便，因为指导老师的那个时间上不方便的话，他不能来的话，那你整个乐团的演出就会那个嘛哦。然后这一句有没有看到他意思哦？但是你不用看整句啊，你只要这个字会念，然后直接选答案，不要浪费时间哦哦，因为你那个考检定它太多章了，它发下来太多章了。如果你还在纠结那一两题，一直在想那一两题有没有？就算你不会，赶快猜一猜，然后答案卡坏的话，哦，你这个考试你要带身份证，还有带准考证，还要带那个二 B 铅笔，还要带橡皮擦，哦 ，OK， 这些都要带哈、哦，因为他是在画答案卡，你要用二 B 铅笔画答案卡，那你千万一定要在前一天就把二 B 铅笔买好，哦，因为我上次考试嘛，哦，我都是因为那个考场离我家很近，我考试前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才出发，结果发现我二 B 铅笔没了，我找不到一支铅笔，结果我找了好多家便利商店要去买，都买不到。后来我是在那个考场那个大学旁边的便利商店才买到，结果剩下两支，我就一口气把它买两支，结果我发现我错了，为什么？我把两支都买走，如果还有一个人忘记带，然后他这个旁边大学旁边最后一支了，就他要买，他没买到，哎，那他怎么考试哦？没有，我后来想一想，就我错了，哎，所以你二 B 铅笔一定要前一天就准备好哈、哦，不要当天然后想要去买，那会很，如果没买到怎么办？好，那我们看下一题哈、哦，好，我们下一题直接看答案哦。好，这个足够叫做塔利鲁哦，那个足够叫做塔利鲁，好、哦。哦，那你不足够叫什么？塔利奈哦，塔利奈哦，塔利奈就不足够哦。那我们后面加纳鲁就变塔利纳库纳鲁哦，就变得不足够哦。结束。好哦，这个塔利鲁是够足够，那塔利奈就不够。那我们说这个奈当一形容词变化，奈当一形容词变化。那我们奈要加动词哈、哦，我们说什么？我们说一形容词去一加苦加动词、哦、OK， 所以你奈如果要加动词的话，我们当奈当一形容词变化，因为后面的一嘛长得像一形容词嘛，所以去一加动加苦加动词就会变那苦那鲁、哦、因为那鲁是动词，去一加苦加动词这样来的、哦、好，那我们看一下金库加去你胡的鲁托、哦、好、哦、那我们现在是解题哈，你就不会的单字就抄一抄，学起来背，增加你的单字量。哦，那没关系，如果讲得很慢，我们可以把这个影片分成两段、三段。哦，人口叫金科 ，Q 呢 ？Q 呢是什么？突然的哦，所以人口突然的哦，胡威鲁哦，胡威鲁是增加，所以人口突然的增加。哦，那后面的偷就怎么样？人口突然增加就怎么样？他被摸到，他要吃东西的食物呀。哦，台北 mono 吃的东西，哦，名词呀，名词或者，哦，或者，哦，后面的 huku 什么衣服，或者你吃的东西，或者是你的衣服，哦，哦，好 ，tari naku naru 哈，好 ，naru 是变成 tari nai 是不够，所以 tari naku naru 哎变得不够，后面的 kamo shie nai 说不定哦，你动词连接型加 kamo shie nai 说不定哦，好。哦我们这一份没有考到卡莫喜耶奈，但是其他份会考，因为卡莫喜耶奈说不定也是这个四级必考句型之一。哦 ，OK， 这个课本都有教过啦、啊。哦，好，哎，下一句，好，这个茶色哈、哦，茶色就是我们泡茶叶那个颜色啊，就褐色啦。哦，那茶色是什么？茶是念掐啊，色是念一楼哈，所以茶色叫做掐一楼啊，掐一楼。褐色齁、哦、那个茶叶的颜色。哦 ,OK, 哦那茶叶豆哪一个四号哦四号有没有哎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句什么意思好这个。好这个 EK 是池塘嗯、哦、水齁、哦、水塘池塘。手把是旁边齁手把 day 是在啊、哦、在池塘的旁边。茶一楼呢，头里哦，有这个
褐色的鸟哦，有褐色的鸟，褐色的鸟是什么？麻雀哦，米玛西达哈，米玛西达是看到的，看到这个哦，看到这个茶色的鸟哦。OK， 讲完，嗯，看一下哦。哎，如果你的程度比这个考试及格的程度高很多的话，你写这个考卷很好玩。哦，可是如果你的程度低于这个及格分数很多的话，你会写得很痛苦，因为都不会写。哦，所以我平常上课量非常非常的大嘛。各位同学上我的课的话，哦，你会发现我补充非常非常多的单字，为什么？考试都没会考。哦，好，这个社会，哦，社会叫什么？社会。社会叫做下凯，哦，那会社的会社是公司吗？会社叫做凯虾，哦，有没有，哦，你看一下，哦，所以这个社的音读是念虾，那这个会的音读是念开，所以社会叫做下凯，那会社会是念开，社是念虾，所以凯虾，哦，那 Komna Komna 这样的 Komna 凯虾的话，哦，在这样的社会，哦，好，这个西民哦，西民市民，市的音读念西民的话，音读念民，所以市民叫西民。西民哇，安心，安心就是放心哦。那安心 ，deki nai， deki 鲁是那个食物能力型是能够，那 deki nai 是不能够，所以安心 deki nai 是不能够放心哦。如果这样的社会，这样什么犯罪率很高的社会，哦，没有，这种市民是没有办法放心的，没有办法安心的安心生活这样子。好，那我们看第二大题一样，哦，你下面有四个汉字，那哪一个是它的音，哦，那你还要看一下这个的话来，哦，我们看一下，哦，好，这个哦多多哇，哦多多哇，哦哦多多，哦多多是弟弟，哦，我弟弟，哦，所以我多多哇，哦，我弟弟亚塞哦，哦，好，我们看一下，亚塞是野菜，是青菜，哦，料理是的，哦，料理料理就是煮菜，哦，所以我弟弟料理这个青菜就是煮青菜，哦，就煮青菜，哦，下一句，夕飯，夕飯是什么？晚餐，哦，晚餐叫做夕飯，哦，写一下。夕飯を作ります，哦，那夕飯を作ります就是做晚餐，哦，夕飯を作る是做晚餐，哦，就这样，哦，所以答案是这个稀飯，哦，答案是稀飯，嗯，那这个134好像没有这些汉字，哦，所以134是没有的，134是骗你的。那这个就是你课本的那个单字，哦，你要吸收之外，你可能还要买一些单字书来背。哦，你单字越多的话，考试越好考。哎，这个背多分嘛，比谁会的多嘛。好，下去。好，先修很明显，先修什么？先周嘛，上礼拜嘛，这题是送问题的。哦，你考恩师应该先修应该会。所以山田さんは先修哦，山田上礼拜デパートで在这个百货公司哦 ，OK 要看的。都言いました，哦，好，那个 Tokay 是什么？手表，哦，汉字写实际，哦， Tokay 是手表，哦，那这个 Kata 是买的，那 To 是指前面，后面的 言いました是说了，哦，那我们说 言いました是主持讲的嘛，所以主持是山田嘛，山田讲的说他，哦，先修，哦，先周上礼拜在 Departo 百货公司买的手表，哦，这一句，好，这很明显送问题，哦，你看一下六扣。有扣是旅行，哦，这对我们华人是送分题，哦，所以那种考汉字对我们来讲是送分，哦，那一样我们讲一下这一句，哦，好，ヨジガアル，好，ヨジガアル是什么？有事情啊，哦，有那个用事就是要做什么，有那个要做的事情，那ヨジガアル，哎，我有，那有事情，哦，好 ，OK， 好，那个用事叫ヨジ，哦，好，那你讲的那个忒形诶，啊，忒形有那个因为哈，所以有几个啊得哈，因为我有事情。旅行に行けません哈，好，名词に行く是去做什么事情哈，这个也算是四级会考据，名词に行く是去做什么事情。那改成行ける是能力型，所以能去。
哦，那你这边这个名词是旅游，所以旅游你可以是能去旅行。那你敢否定旅游你 ikemasen？哎，我不能去旅行啊，因为我有事情哈，所以我不能去旅行。我看一下有没有录到哈，没有录到就要哭了哈，讲快1个小时了。好，下一句。好，那个这一句哈很简单，有没有？好，这个很明显是教室，教室，教室。好，你这个重音哈，这个叫，重音好像是我们中文念四声啊，那个叫的话还是重音哦，所以是教室，老师哦，教师是老师，教室哦，那你这种 day 是在，所以教室で在教室，日本の日本的哦。好，有名呢，有名的哦，有名是音读有名哦，那形容词哦，有他有他いました哈，所以在教室唱这个有名的日本歌哦，有没有日本歌啊？哎，有没有日本歌有哪些？有没有日本歌？有一首很有名哈，就是我们毕业的时候还是人过世之后唱的那一首，那个很悲伤的那首歌哈，就是有一个是日本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好，然后这首，下去，哎，好，这个葫芦椅很明显啊，葫芦椅是旧的，葫芦椅是旧的哈，所以この葫芦椅お寺哈，お寺是寺庙，写一下，所以这个旧的寺庙哦，500年前に是500年前哈。好，这个卖日前，所以是500年前。好，这个 tadeu 是盖房子哈，写这样 tadeu 是盖房子哈。那你这边改成被动啊，所以 tade 哦 tadeu 是被动哈，那被盖于500年前哈，那就用过去式啊。这个什么？哦 no， 古鲁伊奥特拉哈，这个古老寺庙，500年前。500年前他得到了 master 被盖于500年前这样会吗？好，解释一下，有这个同学就问啊，老师怎么有狗一直叫？因为我是住公寓，然后公寓不知道哪一户，他把那个狗就一直整天绑在家里，也没有让他出去玩，然后狗每天就很哀怨，就一直在那边叫叫叫叫，然后24小时一直在叫，对，所以我已经被吵一年了。好，我说半夜3点那个狗在那边叫，所以公寓不适合养这种整天在那个吵的狗。好，往下看，好，那我们看最后面那个字哈，这个很明显嘛，友達他几朋友，友達和朋友，阿姨マスター跟朋友见面嘛，那跟朋友见面就是那个见面，我们的汉字写这个阿乌嘛，见面的汉字写阿乌，所以是二，有没有？所以答案是二。好，那我们把这一句教一下哈。好，第一句，昨日の夜，昨日の夜是什么？昨天晚上哦。食道で、食是食哦，那个道是糖，所以食道就是什么？不是这个啦，不是食道，被食道跟朋友见面怪怪的。好，食堂哦，食堂就是那种小餐厅、小吃店哦。我在，然后所以昨天晚上在食堂。友達大吉托和朋友阿姨玛西达哈啊，这个阿五是遇到啦还是见面的啊？我有遇到朋友还是我跟朋友见面见面还是相遇那种？好 ，OK， 好，那我们看第三题啊。他说这个问题三哈，他说这个括号里面放什么东西进去的话从1、2、3、4来选最适合最好的东西，所以括号里面选哪个是最合适的OK， 看一下因为它这个都没有汉字，所以如果各位同学太依赖汉字的话反而会那个好，我看一下几星的，好，这个地震就是地震嘛，所以在地震在这个地震
好，爷爷是房子，好，爷爷家，好，房子怎么样？好，后面姨妈是，应该是贴姨妈是，房子正在怎样？有没有？哦，所以我们这个爷爷是房子嘛，所以因为地震，房子正在怎么样？哦，好，我们看第一个，哦，好，第一个摇雷路，哈，摇雷是摇，摇晃，嗯，摇动，好，这动词摇，哦 ，OK， 哦 ，OK， 那你后面这个是铁路是消失哦，房子正在消失，呵呵，那个哦，忘记哦，就是懂、哦、你房子地震，房子摇一摇，房子不见了哦，那个铁路是你在眼前不见了，在眼前消失叫铁路，所以应该是一啦，应该是房子在摇嘛，地震应该是房子在摇哦。那第三个是尼杰鲁哦，尼杰鲁是逃跑哦，逃跑哈、哦，跑路哈、哦，逃跑叫尼杰鲁哦。那第四个是毛阿鲁哦。马拉鲁是绕圈圈哦，马拉鲁自动词哈，什么东西在那边绕圈圈哦，所以我们这个答案应该是一尤雷鲁哈，那个房子在那边摇嘛，有没有？所以伊耶嘎哦，伊耶嘎尤雷德伊鲁哈，哎，房子正在摇哈、哦，房子正在摇晃哈、哦，嘿，好 ，OK， 好，嗯，好，来往下看。哦，这一题就超过范围了哈，这一题就超过范围了。这一题四级有学过，考四级的考生有学过的应该很少哈。好，这边是考什么哈？这边是考这个距离哈，那个距离哦。OK， 几公分，几公尺，然后加这个 oki 呢？哦，这 oki 应该是这个字哦，字哦。那距离加这个 oki 呢？哈，那通常不写汉字哈。距离加这个 okini 是每隔多少距离、哦、每隔多少公尺，每隔多少距离。那你这一题的话、哦、你看一下，你只有一个可以选而已、哦、你看第一个叫什么？佩吉是英文的那个 page、哦、好像是这个、哦、第几页啦？那个页数的页啦、哦、第几页的页有没有、哦？所以不是一、哦啊、第二个是什么 ？curtain 是窗帘。哦，那第三个是 table 哦 ，table 是英文的 table 啦，桌子啦。那第四个是什么 ？metal 是公尺。哦，那你这个题答案是哦 ，metal okini 什么意思？每隔一公尺哈、哦，每隔一公尺哈、哦、，okini 这样写，不过很少写汉字。哦，接在这个什么句哈、哦，所以每隔一公尺。好。key of ue masta 哈，好，这个 key 是什么？树木哦，这个 key 是树木，那他们的 ue 鲁是种植哦，所以每隔一公尺就给它种一棵树哦，就什么频道树哦 ，OK 哦，好，这个种植叫 ue 鲁哈，那个木，这个木是 key 是木头还是树木这样子哈、哦、，OK 哦，那 okini 是加距离是每隔多久哈、哦，所以每隔一公尺哦就给它种一棵树木哦。往下看，好，那我们先看题目哈。我们这个 Kaledo 是、哦、虽然但是、哦、可是、哦、逆接、哦、那下一句 Shikoto 是工作 Ga Aru Kara 是因为还有工作、哦、好，这个 Neru 是睡觉、哦、Neru 是睡觉哦，那我们改成什么？奈拉雷鲁是能力型，是能睡觉。奈拉雷马塞是什么？哦，不能睡觉。哦，所以这边是虽然怎么样，那因为我还有工作，所以我还不能睡。哦 ，OK， 好、哦，那你第一个是 scoring 是很厉害，哦，虽然很厉害，哦，所以这个意思不对。好、哦，那第二个是 hidoi。哦 ，hidoi 有汉字哈 ，hidoi 写下残忍，还有很严重。哦，写下残忍，还有很严重，很残酷。哦，写什么？哦，这些意思，哎、欸，很严重啊，很残忍啊，很残酷啦、啊。那 hidoi 还有什么？很过分。哦，譬如说一个女生说，哎、欸，我去跟一个女生哦，这个相亲，然后说。你这个死胖子死秃头薪水那么少还跟我来相亲、哦、如果直接跟我这样讲我就会讲你都可以哦你讲话好过分哦你讲话好残忍哦就这个意思、哦、好我们看一下个 Nemui 哦 Nemui 是什么
想睡觉叫 Nemu 哦，等一下。好，你这个 Nemu 鲁是，等一下 ，Nemu 鲁是睡觉啊、哦，还有这个 Nemu 也是睡觉，这两个同样意思哦，这两个是睡觉。那这个 Nemu 是意形容词，是想睡的哦，所以我们答案是一，所以是什么 ？Nemu kedo， 所以什么？虽然我、哦、很想睡哦，但是哦。卡拉说：“因为我还有工作，所以我还不能睡、哦、所以答案是三。哦，好，那第四个是 Kawaii， Kawaii 是恐怖哦，所以你带进去的意思只有三哦，这样不会很好玩吗？好、哦、简单的题目很好玩、哦、看得懂很好玩，看不懂就很痛苦了。考试就是这样，考试是我会先我教很多书嘛，我教的书是超过这个日文系跟很多补习班。”那你平常有时间你就把它全部读一读，然后题目写一写、哦、你会的比别人多，你考起来就很轻松，你就是去欺负考试的。但是你如果读的很少，你就是被考试欺负了，那就不好玩了，你懂为什么？那我解题这个很好玩的，为什么？因为 我几乎九成九我都会嘛，这个四级题目对我来讲很简单嘛，我大概一百题可能才一两题不会啦、哦哦、你看人家很简单就很好玩嘛，那如果很难的话就不好玩了。好，下一句。Ken さんは本当に Ken さん真的日本語が上手ですね。上手是什么？哎、欸，上手是很厉害。所以 Ken さん哦，你的日文真的很好呢。哦，你的日文真的很厉害呢。那先说いえ，いえ就是那个不哈、哦，没有说啊，没有啦。哦 ，OK 。好，我们这边是 demo 是即使哦 ，demo 还有等等之类的。哦、那我们直接跟你讲答案、哦、这一题的答案是 Solehoto， 那这一题也不算是四级的这一题也不算是四级的、哦、好， Sole 是指 Sole 是那个嘛，那 Sole 是指上面的事情、哦、那上面的事情就是说哎，你日文很好呢，那 Sole 是那个事情，那 Hoto 是代表，等一下 Hoto 是代表程度很大、哦、Hoto 是这样， Hoto 是代表程度很大、哦，那真的所谓 hold 是那么样哈，所、哦、谓是指上面那个事情，上面的事情是说哎、欸、日文好，那 hold 是指程度很大，所以这边是啊日文程度这么好，好这个 demo 是什么 ？demo 是这边是等于 nado 的意思哈、哦，等等之类的，好写下，真的 demo 是等等之类的，好、哦，那 arimasen 是什么？没有，好、哦、所以什么意思？没有。哦，没有这种等等之类的事情啊，阿里曼森是没有嘛，那都是等等之类的，所以没有这种等等之类的事情啊，没有这种事情啊，没有这种等等之类的事情啊。那所谓都是什么啊？所谓是指那个上一次讲的说日文好，后头是程度大，所以啊日文这么好啊之类的事情没有啦，哦，所以没有这种啊没有你讲的我日文这么好的等等之类的事情啊，就是谦虚的表现啊，哦。这个就是你在日本一定要这样哦，哦，譬如说我们台湾人长得比较高比较帅嘛，帅哥的美女比较多嘛，日本人长得比较矮嘛，那个拐瓜裂枣比较多，所以日本人就说啊，林上きれいですね，啊，林上かっこいいですね，你要讲一夜一夜，哦，你要讲一夜一夜是什么？啊、哦，没有什么意思？哎，我没有啦，我没有你讲的这么，我长得很普通，我没有你讲的那么高那么帅啦，有没有？哦，没有讲你长得那么漂亮，你不能讲ありがとう哦。哦，如果日本人夸你长得很漂亮哦，哎，你长得很高，你长得很漂亮，你跟他讲阿里高的什么意思？谢谢啦，你老娘我真的长得很漂亮啦，那他就会瞪你，为什么？因为日本人的正常回答是，他们称赞你，你要讲一夜一夜，你要跟他讲没有没有，你不能跟他讲谢谢，你跟他讲谢谢是承认说我真的很漂亮啊，谢谢你夸我，哦，那这样他们就会瞪你，为什么？因为日本是一个很做作的民族哈、哦，就是你要表面上要装得很谦虚哦，你心里很高兴，但是你。被人家称赞你心里高兴，但是你要讲没有没有，好吗？哦，要讲那个文化不一样哦，所以他这就这样嘛，再讲一遍哈、哦，说一夜一夜是不有没有 ？Sorry hotdo， sorry hotdo 就那个事情哈、哦，那 sorry hotdo 是那个事情那么大，所以哎，那个日文你讲的日文这么好，那 demo 是什么等等之类的事情是阿里吗？甚至没有，所以我没有你讲的那些事情是没有的啦，我没有你讲的那么好啦，这样子这个意思。好、哦，那我们看一下。哦，黑亚尼海鲁，哦，头就怎么样？所以黑亚尼海鲁进入房间就怎么样？伊斯嘎奥伊德
阿里玛斯哈，哎，看一下。好，那这一题也是考单字哈，这一题你会的话，那你的程度算很好。这一题的那个答案是这个，哎，好，这个我们先看下面四个答案。石蜜是这个墨水哈，那不是，真不是墨水，这个石蜜是这个角落，角落汉字写个雨是角落。哦 ，OK， 那我们直接先跟你讲答案。他说：“黑暗你害如偷哦，石蜜呢什么意思？在这个角落哦，遗失遗失这种遗字，汉字就写遗字，遗失嘎哦。好，这个 oku oku 是放置，那我们改成 oite aru。好，这个也是我们四级会考的句型哦。哦，我们这个四级的句型是 monogata 动词 te aru 哦。”这个句型是 monogata 动词，它动词是人去把这东西怎么样哦，所以人去把这个东西用成什么状态，所以 oiteru 哈，你这个 oku 是它动词嘛，放置嘛，放置什么东西是 oku 是它动词哈，所以什么意思？伊斯嘎 oiteru 哈，那状态我们翻折根的哈，所以 oiteru 是放在那里，伊斯嘎 oiteru 是放在那里，放在哪里？石蜜呢、哦、这个椅子有放在角落、哦、椅子是有放在角落、哦、好，所以这边黑暗你害如偷，所以你进入这个房间的话哈，当时等下有这种这状态就折灯了，所以放着、哦、那个角落有放着椅子、哦、这样子、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其他的选项、哦、第一个乌拉，乌拉是背面还是里面、哦、好，阿西乌拉、哦、脚的背面，这个意思脚底脚底叫阿西乌拉哦，写一下、这个字我每次都拼错了。好，阿西乌拉马萨吉是什么？脚底按摩哦。我看一下那个按摩，我有点那个哦，我看有没有拼错哈、哦？拼错你丢到网络上，你拼错的话就帮你那个哦，你看一下，哎，这个是必考题哦。阿西乌拉马萨吉哦，有错音哈，马萨吉哦，马萨吉哦。好，写一下。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领队导游考试很喜欢考这个字啊，哦，你去学一下这个字，为什么？我们台湾很多招牌是写错的。我们台湾台北有非常多这个什么，这个脚底按摩店，但是他们一大堆写错，那、啊、写错就写错了。反正日本人看得懂，他也不会去哦，因为台北以前哦，台北以前有很多这个。就是日本观光客，然后还是韩国观光客、哦、他们最喜欢去这种哦，阿西乌拉马萨吉、哦、就是这个脚底按摩哦，所以他这个领队导哦很喜欢。你如果看那个考题哦，那每几年就会考这个字，就考一次。对啊，那乌拉是背面哦还是里面哦？那脚的里面，脚的背面就脚底嘛，所以阿西乌拉马萨吉哦，脚底按摩哦，那我们。讲远了，我们看回来。哎，那个哪页？好，这个阿头是之后哈、哦。好，接下来，然后这个阿头我们哦之后，那下一个阿依达，好、哦，阿依达是什么期间？哈、哦，阿依达是什么期间？哦，哎，好。这句，我大西大吉诺结婚哇吼，我们的结婚什么？我们的结婚哦，我大西大吉，我们的结婚哈，七七呢哦，对象是父亲哦，啊一样是考汉字，这边有四个汉字，好、哦、第一个，哎，七七呢，反台是什么？反对哦，那死路改成萨雷鲁是被动，所以反台萨雷鲁是什么？被反对哈、哦，我们结婚被父母亲反对。所以反台萨雷马斯达哈，哎，我们结婚了、啊，被父母亲反对呢，然被我父亲反对呢，哈，好，下一句，好，第二个哈，休胎萨雷马斯达哈，休胎是招待，哎，我们要结婚被父亲招待，哈，好，意思不对啊，这个意思不对啊，哦，应该我们要结婚，那个，好，我们看一下哈，学一个休胎就，哦，我们那个休，错哈。好，这个求胎揪写在邀请函，哦，又打错了，招待哈、哦，邀请函写一下，
还是请帖齁。招待状就是邀请函齁，譬如说结婚招待状齁，结婚邀请函就是我们讲的，我们中文叫请帖啦。齁写一下结婚招待状，结婚邀请函就是请帖。那应该是我们两个结婚，应该是我们邀请齁那个远地的父亲来那个嘛。不是懂吗？是我们招待父亲，不是父亲招待我们去那个，我们两个结婚是我们去招待别人来嘛，懂吗？所以它这是相反的嘛，所以这个二不能选，好、哦、有没有、哦、好，下一句修开是介绍、哦、我们都要结婚的还要被，我们都要结婚的还要被父母介绍嘛、哦、所以这个三也不对、哦、那就是求一苦、哦、求一苦是教育、哦、OK、哦哦、我们要结婚了就要被父亲教育、哦、所以这个你要选最合理那个答案啦、啊、齁、哦。欸齁、哦、写一下齁、哦。所以这个应该是一啦齁、哦、应该是一是比较合理的答案齁、哦、比较合逻辑啦齁。你不要故意选一个好吗考试哦，你不要故意说欸我们要结婚呢就我们被父亲教育说欸你们不能婚前性行为什么的。欸、你不要故意选这个齁、哦、你不要拿你的分数开玩笑啊。欸。相信应该没有人会这样子啊。好我们看一下。Thank you、哦哦、这个 Thank you 是电、哦、那 Thank you 那个呆是费用，那 Thank you 呆就是什么、哦、就电费啦、哦、什么呆就什么费用、哦、Thank you 呆就是电费、哦、电器是电、哦哦、哇、哦、这个电费、哦、my、哦、每个月会考、哦、每个月怎么讲 my 之 key、哦、所以这个电费要每个月。好，下一个故意不给你写汉字哦，故意要考你有没有？好，什么？銀行，銀行で，哦，什么？銀行で在银行哦，所以这个每个月在要干嘛？要什么？要在银行要干嘛？付钱哦。那答案是三，三是哈拉五哦，付钱哦。所以你要哦，所以哈拉五感觉哈拉德库大赛哦，所以请你每个月要去银行付钱哦，哈拉德库大赛哦，像这样有没有？让我们看懂、哦、好，那第一个是 das 哦 ，das 是拿出去哦。那如果你是跟钱有关系 ，okanio das 什么？出钱 ，okanio das 是出钱哦。那我们这边不是出钱，我们这边是付钱。好、哦，那第二个 todokeru 是把什么东西运送过去叫 todokeru， 把什么东西？譬如说我是送货员啊，就是哎。太太呀、啊，明天我把你订的冰箱送过去哦。明天我把你订的冰箱送过去哦。那我们用敬语哈，所以敬语是什么 ？All do do k 十路哈 ，All do 十路敬语哈。哎、欸，太太呀、啊，我明天把你这个送过去哈。All、哦欸、连接型十路是哦，所以你常常听到 All do do k 十路哦，连接型加 All do do k 十路是小的送过去哦，小的明天把这个送过去。哦，那这边不是送过去啊，这边是把钱送到银行没有错，但是是主要是要付钱的、啊，所以你要选哈拉五啦，所以哈拉德古大赛嘛。那你第四个是德卡凯鲁啦，德卡凯鲁是出门啊，人出门啊，人出门去哪里叫做德卡凯鲁啦？哦哦，这样会好。哦，好，我要看。皆さん、今日は話がありますは、哦。那这个主持是老师人生，然后刮起来是他讲一句话，他说。皆さん是大家 Q 哇，今天阿拉西卡尼亚是什么？今天有话要讲、哦、那今天有什么话要讲、哦、那第一个是必之忧，必之忧是需要哦，必之忧是需要哦。那必之忧那阿拉西哦，我们说这个选项是要这个题目是你要选最合理那个最好那一个哦。那我们看第二个是什么？行塞子，行塞子。亲切的哈，形容词亲切。我们全部先看过哈，那你看哪个意思最好？那第三个是待机，待机是重要的哦，待机是重要的哈。那待机呢？那形容词待机呢？哈那西嘎阿鲁是什么？有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哦。OK， 哦，有重要的事情要讲。OK 哦，那第四个是内心哈。那这个年薪齁是日文是第一个是讲那个人很热情，这个意思我们看中文就会嘛，但是它
那个就是，在日文比较喜欢用这个哈，譬如说，一样，我们比较跟中文不一样 ，thank you 熱心哦，好，这个热心就是很投入在做什么哈，很投入在做什么，那 thank you 熱心就是很投入、很热衷的在做研究哈，譬如说你看一个教授，哇，他整天埋头苦干在做他研究，研究几十年头发都白了，叫 thank you 熱心啊，写一下，仕事熱心什么意思？很埋头苦干的在做他的工作，OK，所以这个内省是前面加什么？就是他很埋头、很专心的、很投入的在做什么？那这个对日本人是一个很夸赞的，因为他们是工作狂的民族你越工作狂，把自己累死，最好是过劳死大家对你比这个大拇指懂吗？但是我觉得。我们人生短短，你工作把自己超死要干嘛？对，这个意思哈。那我们这边很明显是三呐，这个是一个惯用句哈，所以有看过就会。来机那哈那西加鲁是什么？有重要的这个事情要讲啊，有重要的事情要讲哈。所以老师一进这个教室就说，我们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讲通常不是什么好事OK，这是惯用句。这是惯用句。所以答案是这个，有看过就会，没看过就不会所以我教很多书，为什么？我那个到四级的课程，我会希望大家可以再去看三级，因为是订会员制嘛。你在考前的话，你不要是说，我要考四级，我只熟读大家1到50课，你不如往后多看几本。为什么？你这个考题看下来，就是说你会发现根本1到50课会考，但是只考80%而已，那很。你其他20%是考哪里？考后面的啊，考一些课外的啊。所以你如果还有，你可能还有3个月、半年的话，你1到50课读完，但是你还有3个月后才考四级，那你题目写一写之外，你后面再多看了几本，你会更好考。你不要，千万不要想，老师说，考四级1到50课读完就好，你就真的只看1到50课哦。这样你就是只能考过的，你要考超级高分不可能，你要考超级高分的话，就是你程度要。比这个考试的程度要高很多下一句那我们往下看台风的很明显台风的因为台风台风叫台呼台的话念台风的话念呼这个 model 是窗户这个 glass 是玻璃杯还是玻璃所以台风的 model glass 因为这个台风所以这个窗户玻璃窗户玻璃嘎要去阿布奈的阿布奈什么危险所以很危险因为台风窗户玻璃怎么样所以很危险这一瞄过去答案就是一好这个瓦雷鲁是自动词是破掉看一下好这个上课讲很多次嘛这个瓦雷鲁是自动词破掉那你他动词是瓦鲁瓦鲁是什么瓦鲁是人去把它打破那你这边是台风破的还是人去把它打破的不是这边是台风破的所以它是用自动词所以瓦雷鲁有没有自动词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台风所以这个窗户玻璃自动词它破了所以阿布奈所以很危险所以很明显你有背单字单就是一元瞄过去就是一很明显那第二个油垢雷鲁油垢雷鲁是自动词脏掉了脏掉了脏掉不危险的破掉才玻璃破掉才危险嘛，脏掉不危险嘛。下一句，混得，OK， 这个不可能啊，这个呼姆是踩啦，踩嘛，人去把它踩这个玻璃，所以很危险这个不对这个混得不是这个这个差太远了啦然后一些是玻璃推你看一下这个欧鲁也不是啊。好，这个欧鲁是他动词人去折什么东西，人去折断什么东西。那这个是欧雷鲁等一下，这个我有点忘记，我查一下。我忘记哪个自动词，哪个是他动词我记得欧鲁是他动词，那欧雷鲁是这个是自动词那没关系，忘记就查因为有时候
以前背过几十遍了，但是又忘了嘛，忘了再查，查了再背，背了再忘，忘了又背，背查背查，查到查上，把查背查背啊，你这样就越记越清楚哦。哦，那不要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有人什么背一遍就会，不要相信了。哦，好，这个 Olelu 是自动词，好，那我们看一下怎么用哦。好，比如说那个它动词是人去把它折断嘛，那 Kyo Olu 就是什么？诶，我们人去把这个木头树木折断。哦，那 Kiga Olelu 是什么？啊，这个树木，你看那个树木要断掉了，叫 Kiga Olelu。哦，Kiga Olelu 是我看到前面那个树木那个树枝要断了。那 Kiga Oleda 是什么啊？它断了，它断了。哦，懂哈？哎，这样吗，小朋友？所以你这边跟你树木才要用折断嘛，自动词 Olelu 自动词是折断，要哦，你这个啊要折断了哦，要断了哦，那 Oleda 是断了。那你玻璃会不会用断了？你玻璃是用，哦，你这个 glass 是玻璃还是玻璃杯嘛？那你 glass 跟 Olelu 什么意思？玻璃破了哦，所以这是个骗语哦，因为上课有讲过嘛，哎，哦，你会发现我上课大部分都有讲过嘛，只是有没有背熟而已啊。好，我们看那里，然后再往下看哦。今天刚刚朋友请我吃饭，吃得很饱，哦，吃得很饱。吃那个披萨吃到饱哦，有一家店哦，400多块哦，吃得太饱了，所以现在讲话比较有体力。好，往下看。好，我们先教到35题哦，然后一个片段，然后最后再录剩下的那个哈。啊，分2个段来上哦，不然会讲不完哈。那我们看一下，先看这道题是在讲什么哈？他说蒙呆用，问题是。哦，他说这个划啊、哦，这个划线的问啊、哦，问是什么句子哈？好、哦哦，这个下限就是这个下限不是我们那什么老鼠会的下限，这个这一条叫下限啊，我们中文叫底线。哦，所以 casino 问哦，问就是什么？那个下限叫 casino，那问是句子哈、哦，所以这个底线的句子，to 和。大概是什么？大概，大体是大概。同じ相同。哦，后面的意味汉字写意味是意思哈。你看一下，都是汉底线的问句子，大概，同じ意味哦，大概相同的意思。の问的句子があります。哦，OK，所以他是说，他这边有画一条。线，然后你看下面的句子哪一个意思大概跟它相同哦，就是选同义的句子啊，哦，就是懂哦，哎，选跟它相同意思的句子哈，嗯，这样会吗？嗯，就是没有看题目也知道嘛。那我们看一下 ano，他故意不写汉字哦，我们这些老中啊，没汉字就没办法了嘛。哦，田烂凯，好，ano 田烂凯打错了哈，田烂凯是展览的会哈。人没有跑出来哈，好，ano 田烂凯什么那个图的展览会啊，就是画展啊，哦，展示那个我们有很多那个画家嘛，还有那个展览会嘛，画展哦，啊，你行きます去干嘛哦？所以诶，我去画展干嘛？去看画啦，哦，名词你行きます去干嘛呢？我去画展是要看画的啊，难道我要像那个什么？现在不是欧洲的那个环保流氓，然后拿那个漆？拿那个什么大便，拿那个尿去泼那个世界名画嘛？哦，了解哦。我们用一般正常的角度来想啊，名词你就是去干嘛？我是画展是去看画的嘛，我不是去泼粪的嘛。哦，我们不是那种环保流氓嘛，那个好几亿的，泼下去的话赔不起，坐牢坐一辈子都赔不起。好，我也觉得很奇怪啊，你环保流氓。你不上街抗议，你去泼那个画要干嘛？然后泼那个画，然后坐在那边等警察抓，然后说，就是大家如果不环保，不做那个环保，说哎，这个什么地球暖化什么一大堆很严重的议题，然后你如果不环保的话，我们就来泼，我们就拿这个粪来泼这个画，那好奇怪哦，你做的事情跟这个环保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哦，这扯远了哦，所以这个就是去画的展览会，去画的展览就去看画嘛，那去看画是哪一个？Ao mini ikimasu 哦，你看第四个很明显了。Ao mini ikimasu 我是去看画的哦，这样哦，这样我们看懂。
了解哦，那我们看一下 ，ao kakini ikimasu 哦，好，第一个 ao kaku， 什么意思 ？ao kaku 是去画画啦，我不是去画画，我去展览会也是看画的嘛。好，第一个 ao 图画哈，好，这个奈拉五后面这个奈拉五是什么？学，我是学画画哈，也不是我去展览会学画画，我是学抄袭，其实不是啊。然后在 ao 奈奥斯哈 ，ao 奈奥斯是奈奥斯是修理啦，哦，我是修理画的哈。有可能啊，哈，有可能他那个他是那个他的职业是那个那么什么艺术品修复师嘛，哦，但是我们这个我们要讲正常的哈 ，A no 田奈凯尼行吗？我去画展是要干嘛？去看画的啦，哦，你不是特殊职业哈，所以这边不能选哦，哦，我以前有个学生是这个啦，他真的是他是那个什么，他说他美术研究所毕业的，他们是修复的那种，哦，他是在那个。那个什么美术馆上班，他们是修复的哈。那以他的职业是这样子哦，但是一般正常来讲哦，你要懂吗？懂哈？所以我是去看画的，我不是去修画的哈。但是以他的角度可能是这样看，但是你要选比较合逻辑的哦，你不要跟你的考试开玩笑哦。有讲过哦。好，下一句，他这里后面的答案有错哈，那我已经给他改过来了哈。好，我们看游杯汉字写昨夜是昨天晚上哦，我把这个答案改过来了，因为有时候你一些参考书都是这些都是历届试题，那有些参考书它就是把很多题目抓来就变成一本书哦，把很多历届试抓来就然后给它乱变成一本书，那有时候他们提那个答案跟题要他们会抄错哦，有时候就是会抄错，这个大概好几份会有一次会有。那一两百题或者一份，它答案会抄错啦，那这一题它答案抄错，这一题答案是一，就要答案抄成四，所以有时候是答案错，不是你错哈。有时候编书嘛，难免错几个字嘛。好，下去 sakuya 哈，好，这个昨夜可以念哦，昨夜有两个念法，一个念 yube， 也可以念 sakuya 哈。哦，你看 sakuya 昨夜，那 yube 也是昨夜哦，那也可以不打汉字哦，就昨天晚上。哦，刘备又昨天晚上哦，刘备昨夜哦，昨天晚上，然后不写汉字。Tomodachi kara 是什么？从朋友那边电话ga arimasu 哦，从朋友那边有电话啦。那从朋友那边有电话什么意思？哎，从朋友那边有打电话来啦。哦，所以从朋友那边有打电话来哦，所以我们看一下答案。好，第一句，刘备 Tomodachi wa 哦，我们说主持做动作哦。所以从朋友那边有电话嘛，所以从朋友打来的嘛，所以从朋友打来的主持是朋友的，只有一跟三，那二跟四直接划掉，因为二是我嘛，二的话我们说主持做动作，如果主持是我的话就变成我打了嘛，但是这个是朋友那边有电话来嘛，所以是朋友打的，所以答案就只有一跟三。好，那我们看第一句，ゆうべ友達は，昨天晚上朋友，好，然后那个对象用你，我们说主持做动作嘛，哦，主持做动作嘛，那主持是挖前面嘛。好，我们看一下。好，主持做动作，所以主持是朋友。那你后面那个动词诶，电话哦，卡给我是打电话，所以是谁？朋友打电话，对象用你，对象用你，你是谁？你是瓦塔西，所以对象是我。好，所以这个是正确答案。好，所以朋友。打电话啊，对象是我，所以朋友打电话给我啊，所以答案是一。那因为过去式啊，过去的事情，过去时间嘛，因为是昨晚嘛，所以用过去式哦，所以答案是一哦。那后面答案是错的，我已经改过来了哦。嘿 ，OK， 我对这个我写这一份，我对答案的时候，他答案写四，因为我就看哎，是不是我投，是不是我写错了？我对我就对哎，答案是一啊。然后后来去网络上就打这一题，就某一份考卷有是他答案错了。某一份他错了，而且这好像是原来是一个三级的考试的一个题目，答案是一就要抄成四，那、啊、这个常常有啦、哦、哎 OK、哦、你不能因为他整本书写错一个字你就把它批评的一文不值、哦、因为一本书好不好上几千字然后一万个字嘛、哦、几万个字然后错一个字那也还好啦、哦、往下看 Tanaka san no shumi wa nan desu ka、哦、好看一下哦 ，Tanaka san no shumi 哈 ，shumi 是这个兴趣哦 ，nan desu ka 哈，所以他的
田中的兴趣哈，休眠就是他礼拜六、礼拜日放假的时候玩的那个嗜好哈，休闲活动。所以田中刚赏他的这个兴趣是什么？好，所以田中さんはどんな仕事をしていますか？仕事是工作，他是做什么工作？不是哦，他的兴趣不是工作。田中さんはどんなところに住んでいますか？哈，这个ところ是地方。哦，好，に住んでいます。哎，他住什么地方？哈，意思不对哦。他的兴趣不是他住的地方吗？好，下一句，田中さんはどんなことを？哦，どんなこと？ことの事情。哦，思路做。然后呢，名词化，他 skills 哦，哎，他喜欢做什么事情哦？答案是三，兴趣就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嘛哦。好，下一句，哦，田中さんはどんな贈り物？哦，贈り物是什么？礼物？哦，もらう，もらう是拿到哦，所以他拿到什么礼物哦？哦，对哦，好，这个很明显是考什么？考你会不会修明这个字啊？修明是兴趣啊。哦，懂哦，不是懂哦，兴趣跟礼物没关系嘛，所以答案很明显，他喜欢做什么事情，所以答案是三嘛。哦，还没看懂，哦、下一句，哦，我先教到35题，先办一些那个哈、哦，休息一下。那我年纪大了，喉咙撑不住。好、哦，下一句，アパートを借りる哈，アパート是公寓哈、哦，所以アパートを借りる是什么？借公寓，这不是翻租哈、哦，租公寓 ，toki 哈、哦，我要租公寓的时候哈、哦，我要租的时候，好、哦。好，那你哦，好，那你が必要ですか？哈，好，那个 Toki 是时候，我要租公寓的，租房子的时候，我那你が必要哈，我需要什么？我需要钱嘛？我租房子需要钱嘛？哈 ，OK 哈，好 ，OK， 那我们看一下，アパート借りる Toki 哈，这个租房子的时候啊，你现在市面四个都一样哈，第一句就是租房子的时候，那你が始まりますか？哈，什么开始？哈，租房子的话什么开始的？哦、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选项、哦、先不要选。第二句，那你が変わりますか？什么改变的、哦哦、自动词変わる是改变、哦。比如说，我们讲一句话，私変わったよ。私は変わったよ。什么意思？我变了哟、哦。经过这么多年、哦、我也变了啦。哦、自动词啊。哦哎アパート借りるとき、好，那你该哦，就考这个哈、哦。第三个，一路是要，汉字写个要是什么？需要，要什么哈？好、哦哦，这个必要需要等于一路哈，这两个是一样的哦。需要就是要嘛，哦，所以租房子的时候需要什么？需要 money 啊，哦，需要お金哈。アパート借りるとき、那你该困まりますか？哈，好，困まる是伤脑筋哈、哦，租房子的时候什么样？伤脑筋。伤脑筋钱呐、啊，好像好写一下，哦，所以我们这个最适合答案是这个哦，必要就是一路哈、哦，需要租房子的时候需要什么哦，所以就一样，这种答案哈、哦，这种选项很简单粗暴，你这个单字会你就会，你这单字不会，你这个不会，你下面四个选项单字也不会，你就不用选了，比谁会的单字多啦、啊，有没有发现？这种题目嘛，一翻两瞪眼嘛，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了，想都不用想。那你看到这种不会的题目、哦、你不要浪费时间那边想半天哦。为什么？你赶快猜一猜，因为你后面还有很多题哦，你要争取你的时间去写后面的那个。哦，我之前有个学生、哦、他没有考试经验，他第一次考试、哦、他写得很高兴，每一题就慢慢写，慢慢的看，结果前面的那个选择题全部都写了，后面的阅读测验全部都没写，为什么？时间到了，为什么？后面阅读测验，你的前面的那个选择题，你只能花五分之一的时间，你后面的阅读测验你要花到五分之四、五分之三的时间，你不能前面写得很高兴，你忘记你后面还有选择题，这就是没有考试经验的人。哦，这样懂吗？因为你的考试时间是有限的，你不能说啊，我写慢慢看，慢慢写，写得很高兴，哦，你会写不完哦。好，我想看，外国から品物哦，買ったり。哦，我们看一下哦，从国外，好，这个 cinnamon 就是商品还是东西哦？那个品念 cinnamon， 那个物念 mono，cinnamon 就商品啊。Katari 哈 ，Katari Katari 是不是有时候怎么样，有时候怎么样？所以有时候从国外买一些商品进来。好，那下一句，该 oku he 哦，往国外去啊、哦，这个 cinnamon 往国外去哈。o utari
哦，乌卡里是乌鲁是卖哦，那我们再把东西卖到国外去，好、哦，等一下，好、哦，那些物资都顺便哈，卡里是不是有时候怎样，有时候怎样，哦。哦，所以有时候你把东西卖进来，有时候买出去，买进来卖出去，这叫什么？做贸易啦，哦，所以是答案是第一个，博弈哦，博弈是贸易哦，就是跟国外贸易哦，所以第一句，来国库托博弈哦，西马斯跟国外做贸易哦，所以答案是一哦，第二个嘞，来国库托收单，收单是商量什么事情？哦，写下商量什么事情叫收单？哦，好，那我们学另外一个什么？修单，商谈的话念修单，修单是谈生意哦。修单就是大家坐下来，好好的商量什么事情，哦，瞧事情，这个叫修单。那这个商的话念修，那修单的话是大家坐下来哦，谈生意哦，哦，所以这边不是跟外国商量什么事情，这是买进买出嘛，这是做贸易嘛，哦，下一个单哦，跟国外什么？求收行吗？是哦，求收是竞争哦，哦，竞争就是比的高下嘛，这不是跟国外竞争，是跟国外就分享。下一句，跟国外哈，雅库索库，雅库索库是约定的哦，跟谁约好了要干嘛哦，哦，雅库索库有没有？雅库索库是约定哦，跟人家约好了哈，所以答案是一。好 ，OK， 哦，好，我们再讲这五题哦。好，这个题目是一到五级最难，就是这个一到五级最难的题目就是这个哈、哦，就是这边这个单字哈、哦，哪一个字是它的惯用句？你这种大题哈、哦，然后蒙呆锅，你看 zuki no kodoba 哈，接下来这个字 zukai kada 它的使用方法，一级棒译最好的、最适合的 mono 的最好的，然后一从一二三四 hitozu eran de kudai 选哦，所以你就是选它的惯用句哈、哦，你不要去。哦，你如果很少写题目的人哈、哦，你会被这个骗到，就是这个是惯用句，你不是要把这一句带去中文的意思，你带去中文的意思四句都可以翻啊，你不能用中文的逻辑哈、哦，就是这一句在日文它通常是怎么讲，它平常在日文它是习惯怎么讲啊，这种这个大题最难，为什么？因为这个单字你要很熟，你要看到它在课文里面还是在那个什么句型单字书还是在日剧里面。你常常看到他这个字，然后这个字日本人都怎么讲，你就选那一句就对了、哦、然后那你没有看那么多的话，就是查字典，你把查字典的时候把那个这个单字的例句全部抄下来，然后通常这一题的解法就是你去查字典，你就会知道他的惯用句是哪一句，或者你在那个你的教科书上常常看到这一句常常在讲什么，懂吗？懂意思哦。嗯，好，那我们看 stelu 是丢掉嘛、哦、stelu 是丢掉，这个也是一翻两瞪眼啊，会就会，不会就不会了、哦、stelu 是丢掉什么东西嘛，我们把什么东西丢垃圾嘛，丢掉什么东西嘛、哦、OK、哦、好，那这个这一题我直接讲答案、哦、因为其他都不是它的惯用句，只有一句，那、啊、其他都不是它的惯用句、哦、我们看这一题答案是2、哦，你哦，我们直接带你看，你应该有学过哈、哦。Kokoni 是在这里哈，伊拉奈，伊拉奈是不需要的。Mono 哦，不需要的东西在这里哦，不需要的东西。Stay kudasai 哈、哦，请你把不需要的、不要的东西哈，伊拉奈就不要，请你把在这里把不要的东西丢在这里，请你把不要的东西丢在这里啊，就请你在这边丢垃圾了。哦，那 stay 就是 stay 就丢垃圾，丢什么这样子哈、哦？所以二才是它的惯用句。那其他都不是，其他的话我也不教，为什么？因为其他都不是他的惯用句，所以教了也没用，懂吗？而且还会误导你哦。我们只要学他的惯用句就好了，这样懂哦。啊，下一句内资我们是学什么？我们那个热是什么？发烧嘛。你在初级的时候，你这个内资是发烧嘛？有没有？那你的片语是内资跟阿鲁是什么？还有有发烧嘛？身体有发烧嘛？头很热嘛，有发烧叫内兹卡阿鲁嘛，有没有？那有发烧干嘛？要请假嘛，有没有？那它的惯用句是第一句哈，内兹卡阿鲁诺德哈，诺德是因为有发烧。学校を休みました哈，好，这个学校是学校，学校休む是什么？
跟学校请假哈，那这个 notice 是因为有发烧，所以要跟学校请假。哦，学校，这样会吗？哦，而且哦，然后学生时代最喜欢这个哈 ，get bill。哦，写一下。哦 ，get bill。哦，哎，我直接打错啊 ，get bill。哦，假病就是装病啊，写一下 ，get bill 就是装病。那个假是那个很假的假的那个缩写，那 KBO 就是装病哦。哦，写一下哦。以前这个当学生不想去学校都装病。我说，哎，老师，我生病了，那我要请假。喂，在工作的时候都很少在请假哦，然后在读书的时候都很喜欢请假。读书是自己付钱的，那很喜欢请假。那工作，哎，知道哈。好 ，KBO 就是。装病哦，装病请假哦，装病哦，等一下，哦，那只有这个医是他惯用句嘛，这个应该大家在课本都有看过嘛，因为我感冒了，我要请假，有没有？是惯用句嘛，有没有看懂？哦，看懂吗？哦，那我直接给你教其他句，你就知道它不是惯用句了。この部屋の熱はどのくらいですか？哦，这个房间的热是多少？他就说，哎，这个房间的温度是多少啦？那我的这个房间温度是多少？应该是讲温度嘛。对不对？应该讲 on 度还是讲 key on？ 哦 ，key on，key on 就是气温哦。啊、哦，所以这个房间温度是多少？啊，那个但是那个哪只是它的惯用句是用在什么？用在那个发烧嘛，对不对？所以二不是它的惯用句嘛？啊、哎，有没有看懂？好、哦，你看一下 ，kono ocha wa ni zuga taka suki de 哈啊，这个什么？他说这个茶的热哦，热我们一般是用发烧嘛，这个茶的热。太高了，太热了，不能喝，有没有？应该是このお茶の温度，嗯，这个茶的温度が，哦，高かすぎて嘛，有没有？懂吗？所以你千万不能，你不能去给他带中文呐、啊，你带中文好像每句都像嘛，你要看他的惯用句是哪一个嘛，这样懂吗？哦，懂哦，就是，哦，好，下一句哈、哦、，Eken。意见哈，意见嘛，那意见跟我们中文的使用方法很像哈。那我们直接看答案，答案是四哦哦。みんなの前で在大家的面前，在大家的前面，私の意見を言いました哈，来讲我的意见哈，在大家的面前哈，来讲我的意见哈。哦，意見を言いました哈，在大家的面前讲我的意见，我们看懂哦？哦，有没有？这样好吧？哦，那你 Eken 的话，他喜欢配讲嘛，所以你有讲的话就是二跟四嘛，然后二跟四，那啊二的话，あの人からありがとうと意見を言われました。好，这个 to 是指前面，那 Eken 有疑物是讲意见，那言われ是被动哈，所以那个人我被那个人讲谢谢，我被那个人讲意见是谢谢，啊意见是要讲出那个缺点跟批评跟改进嘛，不是要讲谢谢嘛，所以二的使用方法是错的嘛，我们来看。使い方がよくわかるように。使い方是什么？使用的方式。嗯，那大家看你就，哦，使い方が，哦，好，这个わかる是懂，那よくわかる是很懂，好懂哦。这个使用方法让人家很懂，好懂，听懂。ように是为了让人家可以很了解、很听懂、很懂这个使用方法。哦，那请你要讲意见，应该不是要讲意见啦，你要让人家。对这个产品的使用方法很懂的话，应该是你要教学嘛，不是要讲意见嘛，要讲那个这个产品的使用说明嘛，有没有？应该是谁知没有没有？还是讲那个产品哦，说明书嘛，哎、啊，这个怎么用嘛？懂吗？就这样，所以你看到这一大题一样是选，你看到这个选惯用句，那、啊、其他你看到惯用句的那个就直接选了，其他不用再慢慢想了。因为很多人他会说，哎，我在想第一句，为什么这个第一句店？你那边想的话，时间过了，你后面就不用写了啦。好、哦，然后三十四很明显，哦，故障是吧？故障，哦，故障是故障，你又找汽车故障，什么故障嘛？哦，有没有？哎，然后就赶快选嘛。等一下，私の車は我的车子故障しています啊，我的车子故障了哦，故障する。那我们改成 teiru koshou shiteiru， 那我们 teiru 是状态，所以状态我们算折根的，所以 koshou shiteiru 是故障了，我的车故障了。好，第一句是对，第一句就圈圈对哈、哦，那你直接看第二句哦。Tanaka-san wa seki ga dete koshou shite masu。好，这个田中
好、哦，田中怎样 ？seki ga deru， 好 ，seki ga deru 是咳嗽 ，seki 是咳嗽，那 deru 是跑出来啊、哦，就咳出来，然、哦、后就咳嗽跑出来，就 seki ga deru 就咳嗽。那后面 koshoshi de man， 田中故障了啊、哦，田中咳嗽了，田中故障了哈、哦，田中不是机器人，田中什么故障？懂哈、哦？好，下一句 ，kyo ano misai wa koshoshi de man 是吧？今天那个店故障了哈、哦，那机械才是故障啊，店不是故障了嘛，店可能是破产了哈。哦哦，店是头三哦，头三是破产哦，哎、欸，店那个店或者是那个店关起来，或那个店破产了，然后那个店休息有没有？哦，看到互动，互动是棉被哦，但是写不团哦，啊，这个棉被故障了哦，棉被不是故障了哦，懂哈、哦？棉被可能是破了啦，棉被应该是破了，亚布雷鲁哈，写一下亚布雷鲁是这种词，破了哈、哦，哦，这个棉被破了哦。哦，不然棉被有什么动词？哦，不然这个，哎、欸，这个棉被烧起来了，哎、欸，哦，亚波雷的破掉了，这棉被破了，哎、欸，好，我们看，好，麻吉妹，麻吉妹是很人很努力工作，哦，麻吉妹我们说她是算认真嘛，麻吉妹是什么？很认真工作，很认真读书，哦，还有算很优秀，哦，你看日剧人算优秀是什么？日本人认为认真工作的人跟认真读书的人是优秀的啦。所以麻吉妹的话就是认真工作、认真读书，还有优秀的意思。优秀是这个人很拼命在工作，那你拼命在工作就是精英上班族嘛，或者拼命读书的就是那个学霸嘛。好、哦、，OK， 这样会吗？啊、哦，他当然是用的这个意思哦。好，那答案是三哈。子供たちは小朋友们，先生の話什么老师上课在讲事情。麻吉妹に聞いています。麻吉妹是那哦那形容词加に加动词，所以说。学生们很认真的听着老师上课讲话、哦、所以是听着老师上课在讲事情、哦、所以老师、哦、学生们听着老师认真的听着老师讲话，这一题答案是三。如果你有那种认真工作认真读书的话是首选，那其他的答案更那个更不适合。你看 Q 啊麻吉妹那天气啊，今天是很认真的天气，空が綺麗です的时候这个什么天空很綺麗，綺麗是漂亮还是很干净、哦、天空很万里无云、哦、那种 很漂亮干净。那麻吉妹是形容人的啦，不是天气啦、哦、天气很认真，天气又不是人，有没有？所以一不太对、哦、好，第二个好，你看一下佐藤砂糖砂糖，好，砂糖叫砂糖，它的重音糖的话是重音，写一下糖的话是重音，所以是念砂糖。那佐藤呢？砂糖，哦，砂糖是平音哈、哦，它没有这个是平音，他们都是念同音不哦同字母不同字不同音哦。这个是什么？砂糖，砂糖是佐藤，砂糖哦，糖的话念比较重哦，糖是念重音，所以砂糖是砂糖。砂糖入れないで、不要放砂糖。マジメな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した。不要放砂糖，喝认真的咖，认真的喝咖啡。嘿，那个マジメ是形容人做事情很认真啊，不是什么认真喝咖啡，喝咖啡干嘛要认真？好，下去。駅はこの道をマジメに行ったことにあります。好，那、啊、这一句怪怪齁、哦、这一句完全不合逻辑齁，这一句连看都不用看啦、啊、为什么 ?Akiwa,、这个车站是 Kono Michi, 是这条路齁 ,O, Majimeni 是什么、这条路齁、很认真的有没有以他去齁、这条路你要很认真的，你要很认真的走过去齁、你要很认真的走过去这条路齁、OK, 那 Dokoro,Dokoro 是地方哦，那ニアリマス是在哦，所以车站是你这条路要很认真的走过去的，在那个地方应该不是的哦，车站应该是哎、欸、你这条路走到底的哦，这条路你走到底的那个地方啊哦，这样懂吗？哦 ，OK， 懂哈、哦，所以这个是惯用句啦哈。哦，你不要真的，你不要真的傻傻的每一句是给它带进去，然后翻中文、哦、不是你看到它的惯用句就直接选了。这个不是考你中文，是哪一句是它的惯用句就直接选了。那
你这个字，你有看过它很多句子，你就知道它惯用句。你要连你这个句，你这个单字连都不熟的话，你没有看，你不知道它哪一句是它惯用句，你就直接放弃，赶快 A B C 赶快猜，再赶快写后面，要争取时间。好，那我们有这个第一大题35题，第二大题35题啊，那我们给它分段教啊，不然太长了啊。好，那请大家再看下一段啊，歪不歪？